出差或旅行时，最烦恼的莫过于衣服弄脏了却没有办法清洗，毕竟不是所有的宾馆都有公共洗衣机的。今天耀眼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款超便携的迷你洗衣器 WashWall， 让你衣服脏了不用愁。 WashWall 只有肥皂般大小，非常适合外出携带。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只需将它和衣物一起浸泡在水里，开机静置20分钟左右即可。它借助电解水时出现的活性氧化物质分解衣物上的污渍，因而无需使用洗衣粉或者洗衣液也能达到不错的去污效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WashWall 在使用过程中还会产生少量次氯酸，因而洗衣的同时还有杀菌和除臭效果。想了解更多新奇设计，敬请订阅耀眼栏目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